OK， 我们现在完成下一个任务了，我们要找艺人，就是做20秒的伏地挺身，看谁做的比较厉害。这样，我们要找一个壮的啊，找一个壮的。哎、欸，喂，两个都这么壮，可以吗？这两个，来，这外面有点太明显了。有一点，有一点，还有品娟，来，中间来，中间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OK， 明哥跟品娟，那你们知道今天要做什么啦？我们要找一位艺人，然后就是可以做伏地挺身的。啊，那我们当然就是看两位的这个身形的话，当然就是请明哥。明哥，你知道我以前是。伏地挺身冠军，真的吗？不相信，不相信，做一个看得出，你要做一个示范给我们看啊！真的，真的要做。不要讲了，我们请平俊来做了。我来了，对对对，好，来，平俊来试一下。要不然你们因为带老人，20秒时间，来，马上来吗？马上来。人家今天穿美美，来，你穿美美，你伏地挺身，他做伏地挺身，你做表情，你做表情。OK， 3、4、5、6、7。20秒，24个。OK， 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24，刚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用力哈，就是品卷的部分，真的，兵哥部分也是很用力。我们说一下兵哥的表情，兵哥的表情。可是那个声音听起来怪怪的哈，乌鸦飞过，用力有点用错力，用错力，对对，有一点，太放松。两位的表现真的是不错啦，我们看一下他们下一组到底能不能比得过我们呢？是的，没有错。